大家好，我是大摄影教室的令老师。我们今天主要来这个地方是练习我们的三四堂的课程，那主要是我们的景深的控制。那今天我们选在这个剥皮寮的场景的话，是一个比较有历史风情的一个场景，所以呢也可以顺便练习我们大家三堂课所学的风格档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报名我的课程。我的课程的话是主要是教单眼景深法。教学 model， 那这堂课是人像基础课。我们今天在剥皮寮，那我穿一套非常符合剥皮寮的旗袍，对。然后令老师他上课很亲切，然后老师人也很好，重点他是一个很正妹。